现在是六点几分、啊，应该是6:40吧，看一下。就是因为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那个送报的公司上班，其实也不是送报啊，就是送那个广告传单，然后他们这边俗称那个广告传单叫做 junk mail， 对，然后想说最后一天了，然后录一段影片让大家看看我上班就是在就是做什么，那我现在是要去公司的路上，对吧？Hey guys, now I'm heading to the delivery letters company, and it was located in Bogota. And today I want to show you guys what I do and how to do when I'm doing my job. Yeah, let's check it out. 就是，其实在澳洲也已经2个月多了，然后发生很多事情，就是这两个月，我光是这两个月，我就做了2份工作，然后现在下个礼拜一，因为我漏场，我上个礼拜去投履历，然后漏场上，然后所以下个礼拜一我要去漏场，所以就是等于说这短短的2个多月，我做了3份工作。说真的，来澳洲，想象的和当初所计划的发生的和当初所计划的完全不一样，不是完全不一样，是大概没办法完全一样啊。所以我就跟我们就是背包客栈朋友他们在聊说，那其实我们来到这边，然后能够 match 大概 50%， 我觉得这样就已经。我觉得就已经很厉害，然后再来就是，对啊，大概是这样啦。
sharing。